接下来的游戏是表情模仿大考验，主要是考验小宋的反应力。OK。在十秒内，小宋根据给出的图片，用卡通魔方积木拼出表情，并模仿出来。拼魔方啊？自己觉得自己的反应力怎么样？假设搜索。我应该怎么拼？这样吗？哎，我找不到。哦。OK。第二个。It's unbelievable。OK。OK。就闭个星星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地包天。It's unbelievable。OK。 本来游戏是给出三个关键词，用这三个关键词造句，形成一个完整的句子。宋亚轩的鼠标会魔法，不是榴莲俯卧撑肚子，榴莲做俯卧撑刺着肚子了。榴莲可以吧？是你人化榴莲。凌晨我塞牙了，但是我做了红红番。梧桐烫头跳广场舞，很有逻辑。是什么？时代少年团团员因为搞怪被罚了蛙跳。